你们别再花冤枉钱了，咱们农民自己种的羊角蜜啊，它根本就不值钱，你们偏偏要去外面买七八块一斤的。我打开你们看看，就这样的羊角蜜啊，脆脆甜甜的，果肉啊都是金黄色的。如果你们想要，你来我直播间，咱们农民今年啊一箱只赚5毛。